大家好，我是苏打绿的阿福，然后我来介绍，这是我的女室友苏打绿的，哎，一个好朋友，她是心仪。是啊、你不要一次拍完，不然那个家里太小会被拍到，你要先拍这里就好。这有个小小的厨房，小小的厨房，对，虽然摆满了大家拍摄用品，代表我们刚刚已经到好了。来吧，这是我们家的客厅。我们家客厅最大不同就是塞满任何东西，包括 CD 柜，包括书柜，包括鞋柜，包括电视，包括桌子，包括沙发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家沙发还蛮长的耶。对，因为要适合我。而且我们家里面这个拍这里，这是歌迷送的东西，我都会把它挂起来。对，还有这面墙，这面墙是贴满了一些歌迷送我们的照片，有一些是自己拍的。小情歌，吴廷翁在上面唱的时候，就会有这一幕出现。这里有拍你哦，2005年多久之前啊？哎，这是阿庆那时候很瘦，现在很胖。这样好吗？那这是我们家的冰箱，因为我们家真的太小了，所以只要把一些东西贴在冰箱上面，而里面充满了可乐，是真的。阿炳得奖，这是2006年最受欢迎苏打绿乐团。哦，是在你这，对，热门音乐大赛，其实都在这。还有呢，这个金星亮晶晶闪闪的这个东西，这非常重要，对我非常重要，就是这个，有没有？24届大专杯大正杯男子起球赛季军，没有，其实是这个啦，啊，这个大家看到就好，这个也是人家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哇，好多东西哦。是阿福你小孩衣服吗？对 ，HK 香港的朋友喜欢苏打绿。那这个也很屌、哦，就是我家如果要开 party 的，我家就有 party 具备很多东西。第一个 party 一定要有闪亮的霓虹灯、哦。有没有？可以开 party 嘞！没错。然后这是我的 CD 柜，我总共有三柜，然后当然放不下了，因为我们家真的太小了，所以我放在那边。还有这边有一堆 CD， 然后里面还有 CD， 真的放不下，以后一定要买一个很大的 CD 柜。还有这边，这是我收集的公仔，四眼田鸡，香港买的，贾奈特。因为我收集他的时候，他那边还没有拿到冠军。等到我最后终于找到了，有没有？这是去纽约买的，拿着冠军杯，塞亚迪克五号的贾奈特。这个嘞，就是我觉得我押对宝了。我在他还没当选之前，我就买了。而且他一个好笑的就是，你把它打开。有没有 ？Yes, we can， 似乎是他的竞选标语。瞧吧。然后我觉得收纳东西有一个最好用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大家都习惯把资料夹反过来放，然后我把它反过来放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漂亮。其实它很多都是一些杂乱的资料。这你拿不到哎、欸。哈，这拿到吗？可以啊。哦、oh。有没有？这样就拿到了。其实就是要把脏乱的地方躲起来，就是、对，要把脏乱的地方藏起来。然后还有这个我每天看着他心情就非常的好，日航的日历，对，空姐控，大家不要以为它是个烟盒，其实它是个音箱。啊，好夸张哦，整个都在震动。这是我妈传给我的传家之宝。家因为我妈很喜欢用镜子，那镜用这个镜子在她化妆，然后我就把它留下来。那你用这镜子化妆吗？大概是挖鼻毛吧，挖鼻孔之类的。我家书房我没办法挺直腰，有没有？你跟这一样高哎。这就是我的书房，这也是歌迷送的，好贴心，看我都有在用。然后这个也是我的生日礼物。爱的生日礼物充满爱，这是 Orange 音箱，而且很可爱，而且它这边是它不重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好轻哦。而且上面有调音器，非常的好用，好酷哦，真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漫画，叫做《海贼王》《航海王》全集，第一集一直到51集，其实我有买，然后51集我放在厕所，因为我喜欢大便看。这个区域啊，就是我玩电脑啊、上 BBS 啊，然后写部落格啊，都在这台电脑上面。Party 具备三项法宝，第二项法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这个叫 DJ 播放器，可以当 DJ 来玩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可以做啾啾啾啾啾啾啾这种东西。这件球衣非常的珍贵，我要介绍给你听。哦呦喂，34号，叫 Pierce， 他是去年 NBA 总冠军赛的 MVP， 而且这个是球员版。Push， 对，这一箱就是大家寄来的东西了，有没有？
做的都很用心，手把集在这啦，因为其实都看完才会放在里面，不会说什么都没看就把它丢在里面。还有这个大家有知道这是什么？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就是你要把剑插进去，如果插对了，就是如果你插到它会跳起来，你就输了。来，吸一些，吸一些，它会动吗？它会动吗？换我，我蓝色的。没事，伴你。他怎么动了不停啊？没错，没错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一定要出题也太好玩了吧！太柔柔是我们的，所以这个也可以玩吗？这个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